黑龙江佳木斯女教师张丽丽在车祸瞬间未对学生失去生存，至今仍在镇静监护室里进行治疗。她被大家称为最美女教师。他们在我身边也向女老师接受，听听了丽丽老师的事迹之后，连夜创作了一首名为《最美的歌曲》，以表达对观众看着我赞美之情。内心的冰冷已被我封存，当你灿烂的笑容面对我，内心的土壤已被你滋润。当你爱的双手拥抱住我时，美好也是我内心期待的灵魂。最无私的奉献名字叫做江丽丽，河西大地有你最美最美的身影，祖国花朵有着对你最美丽的记忆，你有你的身躯谱写着奉献的含义，我们一起学习张丽丽精神。他毅然选择了唱歌这条路，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，他回到家乡哈尔滨，听说了张丽丽老师的感人事迹，令他十分感动，并连夜为张老师创作了歌曲《最美》。激动，其实他激动，就是说，我喜欢到家以后，我想用歌曲方式表达出我的这种感动。当你疼爱的眼神凝望着我，我就把这首歌写出来。内心的孤寂找到了家人，当你纯洁的笑容面对我，内心的尘埃拥有了憧憬，当你慈爱的双手与我向前行，美好的未来从这里起，精神。病魔抗争的这个过程中，能够有勇气去面对，能够平安的度过。